即摆哦，南部山区变好有听讲有足侪灾害，嘛听讲四个查甫人入来到高雄桃园的山区啊，煞失去联络。消防人员暂时是分作天顶，也阁有地面两边伫咧搜索，总算伫昨午将这四个人拢救出来。也毋过这四个人真奇怪，入去山内毋是爬山的这路线，也阁有炸假死哦，怀疑讲可能是山鸟刺。空军总队直升机沿老龙溪进入到桃园山区，终于在十六号早时找到失踪的赖姓查甫。将赖姓查甫用直升机载返去基山，另外甲伊做伙的三名亲友是伫十五号由另外一批搜救人员伫林德顶馆发现。他们已经两三天说没有进食了。因为四个人伫即个月四号就进去桃园山区，原本十一号要返去厝，所以只有早一礼拜的食物。救出了后，搜救人员赶紧给因食物件。不过经过了解，四个人原本十一号要返去厝，加上煞伫十四号才报案，再加上四个人活动的地点拢无伫爬山的路线顶端，消防人员怀疑因是山鸟刺。坚持说他们是去爬山这样子。那因为那个区域是不是一般的登山健行路线？然后他们那十几天也都在那个山区活动。那我们只是疑似山老鼠。消防员在其中一个人身上找到怀疑是在偷搬牛樟骨的工具，再加上四个人讲话有钉打，查了山了后已经转送给警方调查。记者王家川、闽交快 SNG 小组高雄报道。